每年六月份是德加高接来的种植着三季，不过今年受到雨水较少影响，唔呐，高接来产量减少三分之一，果巴也平均比往年较细粒，不过也因为雨水少，甜度是较悬。一手爱这个花的哦，你会老哟。哦。啊，一手诶，这个这龙骨头店，龙骨头店。爱加爱加。哦，这左直接就加，加起来就对了哈。对对，加起来加起来。哦，直接加加起来就对了，好啦。哦。德加高接待进入三季，立委陈明文早就来体验到农民的辛苦，除了帮忙营销在地水果，也学农业知识。因为德加高接待是用在地的莱芽籽，嫁接日本的品种。每年才阁接这个就对了，阁接这个，阁摕日本的来接。哦，来甲接落安尼，啊，伊只来。啊，所以咱固定拢去啊日本买这个就对了。固定是知影。咱咱台湾无。哦。咱台湾我来嘛袂起。哦。伊个纬度吼无够。啊、所以咱是靠咱的这個，这个本土本土长就对了，啊，接伊的枝就对了，对。哦，啊，但是就是咱家己只较特殊的，就是拢有甲九分、十分的成熟度较菜，嗯，伊品质才会出来。每年六月份开始，就是德加高接来的三季。果农表示，今年因为高接来结果期间欠雨水，地数唔呐产量减少三分之一，就连果巴大细粒也受到影响。这阳光下咧。嗯，金黄，这内底水分足济，哦，水分，啊，尤其今年无雨水吼，哎，糖分阁特别低，哦，嘿，哦，你来看这，啊，今年较可惜的就是你无够大粒，无大粒无足济。德加地区农会表示，德加高接来栽种面积达120公顷，品种有风水来、杏水来，还佫有无命名的品种4029。啊，咱这种三种品种最主要就是咧。调节咱的产期，吼、哦、啊，有的是五六月啊，吼、哦、啊来加加，啊有的是六七月啊，啊有的七八月啊，吼、哦、啊像这是较咱本土品种的吼、哦，但是咱这无命名吼，4029，这食着安尼感觉呢啊酸酸甜甜吼，即马市面上啊真侪啊在消费者嘛足爱这个。盛产期大约是六七月两个月，可是因为它是耐保存的水果，所以在冰箱里面大约可以放一两个月，所以整个那个销售的时间哈可以延长，哈啊也是我们整个夏季哈我们所有最好的那个消暑圣品。德加高接来是在立委陈明文担任馆长任内，以玉观音品牌营销高接来。现在玉观音高接来知名度愈来愈高。德加地区农会已经在17号举办一年一度的高接来冰鉴，同时用农会的通路替农民营销贩售德加高接来。最新空调红的家乡采访报道。